你说徐才厚，我就告诉你，那已经算在中国那多少人在巴结他，他算个屁！他不就是一个眼前的人家共产党的前面的白手套吗？他跟他秘书康晓辉说，我都没想到我能当这活啊，军委副主席管政工管人事，是吧？这康晓辉跟我讲，亲口跟我说。